子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不是本地人吗？哦，可以说。你怎么还？你爸怎么还是河北的呢？啊，那你爸是河北，你妈是云南的、啊？不是，我跟我妈都是河北的呀。我四岁的时候，我妈就带我过来这边了。啊，你四岁的时候，你妈就带你来这边了。啊、他们分开了嘛，所以他就在。啊，你妈跟你爸分开了。啊。啊，哎呀，那你爸这些年没来看看你啊？没有。哦、那东北跟河北离得远吗？东北跟河北不算远，反正说近也不近，开车呀也得个十来个小时呢，坐飞机就快了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哦、嗯、哦、嗯。啊，那你回去的时候要路过那边吗？啊，要路过呀。要路过啊？要路过河北的呀。哦，那今天就在家里面睡吧。啊？因为你跟我爸是老乡啊，可以说是老乡。哦哦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爸是老乡？啊啊，这样就可以去你家了。嗯。哦、啊。哎，那挺好啊，家人们。啊、哎，是不是不错？哎、那咱今天去他家得了呗。那个主播这是哪儿？云南哈，家人们，这是云南。哎，这孩子挺好，挺热情的。哎，那个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，叫我香香就可以了。啊啊，香香，哎，这孩子，挺懂事，而且挺善良的。那个，哎，那你说那个你四岁的时候，你爸你妈分开了，就带你来这边了。啊，对啊。那你妈搁这边了，又找了一个呀？啊，后面找了一个叔叔。哦、啊、哦。去年不幸就走掉嘛。哦，去年不幸走掉了。哦、啊、哦、啊。你个人开车过来的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一个人开车过来的。几号回去呀、啊？哎，我这老哥一个去哪都一个人、我两三天我就回去了，我都来这三四天了。三天就回去了啊！你回去的时候，把我也带上吧。啊，我回去把你也带上。嗯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。不，这有点太突然了吧？啊，大哥们，这孩子我俩刚认识啊。他问我是不是一人来的？那我这老哥一个去哪儿都一个人啊。他说我回的时候要给他带上。大哥们，这能行吗？你在跟谁讲话呀？不，我在直播呢。我直播间那个。有不少我的粉丝啊，家人呐、朋友啥的，那个直播间大哥们，你们说这个事儿行吗？这孩子他听说我是一个人，完了之后他说我回家给他带上，你们说这事儿行吗？能中吗？大哥们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让我给他带上，我就给他带上。那个还有这事儿吧，我感觉太匆忙了吧，这天上掉馅饼啊，这孩子肯定是看上我了。要不然他知道我一个人，他咋能让我给他带上呢？那个，那什么呢？那爸，你在没在直播间？你要在直播间，你给我打个在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看这孩子行不行？爸，你在没在？在了，你给我打个在来。我给你汇报一下工作，有好事儿。啊，主播有福气了。那个，这个咱不知道啊。我认为是好事儿。啊，在呢，我爸在呢。爸呀，我给你汇报个事儿啊。那啥，那个我不是来云南旅游来了吗？你不也知道吗？完了之后，那什么，那个今天晚上没地方住，我说找个地方住，遇着香香这个孩子了。完了，他问我是不是一人来的，我说是，我说我老哥一个到哪都一人来一人走的。完了，他说回家让我给他带上。爸，你说行不行？那你站着别动，你让我爸瞅瞅，你让我爸看看。爸，你说行不行？爸，啊，你要感觉行，你给我打个一。爸，你要说行，你给我打个一，反正我听你的。你这脾气大，脾气不好，别到时候我要不给你汇报明白了，到时候你回去就说我了，啊？爸，你说行，你给我打个一，啊？行啊，对呀，那我能不问我爸吗？这么大事儿，这个你决定就行了呀。啥我决定啊？我爸脾气不好。我跟你坐车回去也是大事啊。你不是说要跟我走吗？那肯定是大事啊。我是说跟你坐车到河北，然后我去那边找我爸，这样的。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明白。我说我跟你坐车到河北，去河北找我爸。哦，你坐车去河北？嗯。啊，去找你爸去啊？哎呀，我以为你要跟我回我们家呢。妈，整误会了，大哥们呢？哎呀，大哥们呢？可整误会了，哎呀，尴尬了，我脸都红了。哎呦，我以为你说你，不是，我以为你问我，你说那大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我说对呀，我老哥一个呀，那走哪都一人。你说你回家你给我带上呗，我以为你这相中我了呢。啊，原来你是要坐我顺风车啊？啊，对。啊，坐我顺风车到河北去找你爸去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我
过了。没见到他嘛。这么回事啊。前面那个叔叔在的嘛，我也不好。哎妈，希望破灭了，主播。不是，我也寻思，我说这好事儿，天上掉馅饼，叭就砸我脑袋上了呢。原来不是这么回事，我想多了。大哥们呐，这孩子去河北找他爸去，你们说我带不带上他？大哥们，你们说他要去河北找他爸去，你说我要不要带着他？那个你们说了算，你们说让我带我就带，你们说不让我带我就不带他，行不行？大哥们，你们说，我听你们的。带可以带啊，带啊，那行，那个香香啊，那我直播间大哥们说了，让我给你带上啊。完了，那个你这样，你给你爸打个电话，到时候让你爸来接你，我给你拉到河北去，行吗？你爸的电话你不知道啊？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你看你让我给你顺风车给你拉到河北，那你没有你爸的电话号，那到河北了谁接你啊？我给你送哪儿去啊？你把我拉到河北就行了呀，我挨个问呢。拉到河北挨个问？不是，你没有你爸的电话号，我给你拉到河北你挨个问。你知不知道河北有多大呀？不知道。那河北老大了，那河北是省啊。河北呀，七八千万人口的，你要挨个问，我跟你说，你问到80岁，你都不一定能找得着。哦，那么多人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，我这么跟你讲吧，就是你想找你爸这心情呢，我们能理解，我们也挺同情你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你要是没有你爸电话号，你这联系不上，我还真不能带着你，我带着你很麻烦，到时候你真有什么，真是有啥问题，那我也不好说呀，是不是？那你们有你爸的电话号，那你有没有那啥呀？你爸的住址，我直接给你送你爸家去。住址啊，4岁就出来了，记不清楚啊。啊，你4岁就出来了？嗯。啊，记不清你爸的住址了？对呀。哎呀，那你这我要带着你还真不好找呢。哎，那你那啥，你问你妈呀，你妈肯定知道啊，是不是，大哥们？我妈他妈肯定知道，感谢大哥们送的人气票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不敢问我妈，我妈会生气的。不敢问你妈？嗯。不，你找你爸那个光明正大的，你怎么还不敢问你妈呢？我妈不让我去找我爸。啊，你妈不让你找你爸？嗯。啊，那为啥她不让你找呢？哦，她就我一个姑娘嘛，所以不想让我去找我爸吧，怕我去跟我爸生活在一起吧。哦。你妈怕你找你爸跟你爸一起生活，就不能陪伴你妈了。啊，你妈从小给你带到大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也不能没有人照顾她，是不是？那你妈这个想法吧，倒也能理解。但是呢，你正常了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得应该知道你爸长啥样了，姓啥叫啥，过得好不好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我知道他姓王啊，今年58岁呀。啊，他姓王，58。哎，这就好办了。啊，那你知道你爸姓啥叫啥，多大岁数？那就好办了。那你爸叫王啥？哦，我妈没有说，没有告诉我全名呢，只是啊，全名也没告诉你。嗯，就只知道姓王啊。嗯。哎，这哪能行呢？就只知道姓王，那河北姓王的58的，那不得有个几万人呢？那么大个省，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哎，那你爸在哪儿上班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直接给你送到他单位去，不就完了吗？这个不知道啊。在哪儿上班你也不知道啊？嗯。大哥们，你们说这我能带吗？这我感觉我不能带呀。我要把他带到河北去，你说他是人生地不熟的，谁不认识啊。感谢大哥们关注啊，家人们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大哥们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小赞子给兄弟点一点哈。那个不好找，那肯定不好找，那这种情况下那找啥呀？那你这样吧，香香啊，我还真不能带你，我要带你去了，你搁那边了有点啥问题，这我也不好说，是不是？那我也，你把我拉到那里就行。不是，这我也没帮上你忙，这你家这我也不好意思在这住，那我就再找个地方吧。那个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，行不行？那你帮我想一下嘛。不行不行，那个别的招我也想不出来啥招啊。那个不是在直播吗？你可以问一下直播间里面的那些。这孩子还给我赖上了呢，这不帮还不行了呢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直播间有河北的，问问他们呢？啊，对呀。那问问他们，他们也不一定能知道啊。那河北姓王58多了，有没有啥特征啊？他脸上有痣，右边。
啊，脸上右边有个痣是吧？哎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那个河北的大哥们？咱们直播间有没有河北的？啊，帮帮，不，我也想帮，但我这是无从下手啊。咱们直播间有河北的大哥们，打个一。有没有河北的？我给你问问哈。啊，因为这个是啥呢？我这直播呢是针对全国的。他有的是河北的，有河南的，山东的，山西的，哎，哪儿的都有，知道吧？啊，真有河北的。那个，咱们直播间有河北大哥，你们身边有没有姓王的？58了，右边那个脸上有个痣，有没有，大哥们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个咱们呢可以帮问问这孩子。你看，咱得同情人家，挺可怜的。那谁还不得都得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长啥样啊？是不是过得好不好啊？啊，我是河北的，我就姓王，你就是他爸。真的假的呀？一帆风顺大哥呀，你可别开玩笑，别逗人家呀，你可不能逗人家呀，是不是？咱们有啥说啥呀，啊，该咋是咋的，可别闹玩啊。那个，哎，那个香香，那你说你这一问三不知，就知道你爸姓王，58，河北的，别的啥也不知道了。那你叔叔大爷你应该认识吧？叔叔大爷啊，都好久没见到他们了，不知道了他们长什么样，我都忘记了。有没有联系方式啊？问问你叔叔大爷，他们就知道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也没有。嗯。哎呀，这比较麻烦，真挺麻烦，这事儿挺棘手啊。那个，带走了他妈妈咋办呢？啊，他是去看看他爸，看看他爸，找找他爸，不是说那个不回来了哈。姓王的得有几百万，那可不是咋的呢？那姓王的人太多了，那王本身就是大姓嘛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咱们百家姓里边姓王的都是大姓，都排名在前边的，人口很多的，这样的不好找。你看，哎，你有没有你爸的照片？没有。哎呀，照片都没有，我寻思你要有你爸的照片吧，你整个小广告。完了，给你爸的照片往上一粘，啊，没事往电线杆上啥的粘吧粘吧，啊，完了整个寻人启事，上面把你的电话啥留上，那不就还能好找点？你这连照片都没有，你连个寻人启事咱也没法登啊！家人们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家人们给兄弟点点关注。那个咱们呢帮帮这个孩子，哎，那就是河北，你家还有没有什么亲戚在河北的？不管你爸那头还是你妈这头的？哦哦，我外公外婆在的呀。啊，你外公外婆在是吧？哎呀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嗯。啊，大哥们，他外公外婆在河北。哎，我有招了。那个，我给你说说，你听听看行不行哈？嗯。你看，你外公外婆在河北，你妈多少年没回去看你外公外婆了？好久了。好久了。嗯。那你家现在活忙不忙？这几天下雨，不怎么忙。啊，下雨不怎么忙。哎，这就好办了呗。你跟你妈说。你说妈呀，你说你这都多长时间都不看我外公外婆去了，你说我这多少年没见着了，你说我也想啊，啊，我也想看看我外公外婆啊，不知道他们身体好不好啊。你说咱家现在活不咋忙，你说我去看看他去呗。嗯，完了那个，你说顺便吧，正好你说有一个北方大哥他来这边旅游来的，你就说我来这边旅游来的，你说我开车来的，回去车空着啊，我是自己一个人，完了给你带过去，给你送到你外公外婆家，这样的话你妈能不能同意啊？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是吧？哎，那就行了呗。嗯。啊，但是你到你外公外婆家吧，你也别直接问。嗯。你要直接问还不好啊，你那啥，你到那儿去给你外公外婆洗洗衣服啊，做做饭呢、啊、哎，屋里屋外打扫打扫卫生啥的啊、嗯、等他们开开心心的过个三四天，哎，跟他茶余饭后嘛，吃完饭没啥事坐那聊天，你就故意往这方面上提。你说那个外婆呀，你说我爸我妈那时候他们当初因为啥分开的呢？你说我爸叫啥名啊？啊，我爸是哪里的？住哪儿啊？哎，你外公外婆肯定他这顺嘴他就说出来了。那你说老丈人老丈母娘哪有不知道自己姑爷是哪儿的人，不知道姑爷叫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一说你就给他记住。记住之后吧，你也别吱声，哎，明天第二天早上你给他们正常起来做点饭，哎，吃完饭了你说外婆呀，你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去，啊，你说我出去转转逛逛，哎，
完了你就按这个地方去找，那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找到的几率就大了吗？啊，啊，大哥们，你们说这个方法行不行？大哥们，你说这个招行不行？嗯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是吧？大哥们，你们说这个招行不行？别的招我也想不出来呀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那个还有是啥呢？如果你到河北了，刚才我直播间不是有不少河北大哥吗？嗯，你到河北了之后吧，如果你知道你爸在河北哪儿，你要不知道怎么坐车啥的，问问我直播间大哥们，你有没有电话呀？有啊。你把你电话号码一会儿给我整一个啊、哦！我大哥们关注我了，到时候那什么，你们留个方式，啊，去哪块儿？搁河北去哪哪儿？不知道坐几路车啊，几线车啊？不会坐的，到时候你问问他们啊、哦，这样不就行了吗、嗯？大哥们，你们说这样可不可以？大哥们，统一带了我了，对吧？不是你那啥，那个大哥们，咱们愿意告诉这孩子去哪儿坐几路车的，大哥们愿意帮助这孩子的。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大哥们，愿意帮助这孩子的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完了那个他有那什么，有那个联系方式，嗯、是不是大哥们？啊，我大哥们说了，同意让我带着你，同意了吗？啊，同意了，同意了， 啊， 没啥问题，拿点东西给我、啊，不是你别拿东西给我呀，我都吃完饭了，我一点都不饿呀，那个香香啊，你不要给我拿东西了，那个，那什么，我吃完饭了，我不饿。这孩子这给我拿啥去了？这是不是怕我饿了没吃饭呢？家人们给兄弟点点关注，小赞子给兄弟点一点。来，这个你拿的，啊、这个啥呀？这是你拿的啊？你要带我去那么远？妈，这个不行。这个你拿的？不，我跟我妈都用不上的。不，你们用不上，我也用不上啊！这玩意儿我不会，知道吧？我从来不抽这玩意儿。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吧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我们能理解，就是你坐我们的车过去。完了，我直播间大哥们还这么热情地帮助你，还帮你想方法啊！你想感谢，但是我跟你这么讲哈，我们是感觉你这么多年都没见着你爹了，我们挺同情，感觉挺可怜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呢是帮助你，我们不是为了要东西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个车费我一分都不收你的，知不知道？啊，东西我是坚决不能收。不是不能收，大哥们，你们说这咱能收吗？大哥们，来收起来。不能收，不能收。车费的不收我的。不是，大哥们，你们说咱能不能收？我听你们的，大哥们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咱收还是不收？啊，不能走，咋还不能走了呢？大哥们，你们说咱能收还是不能收？啊，不能收，啊，不能收。你看，我直播间大哥们都告诉我不能收，我们是帮助你，不是为了要多大的好处，知道吧？是同情你，可怜你，帮帮你，不是为了要东西。哎，你这样呗，就是我没来云南之前，我就听说你们云南少数民族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。啊，完了，还有就是说，听说这边那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，嗯，有的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，那还能唱能跳的呢，是吧？啊，对的。啊，哎，那你是不是正常唱歌跳舞啥也会呀？啊，会一点。会一点是吧？哎呀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问我大哥们说两句话 啊， 啊。那个大哥们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咱是不能收的，因为啥呢？咱们呢帮助人家，这孩子二十来年都没看着自己他亲爸了，都不知道长啥样，过得好不好啊？咱们呢是同情人家，帮人家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咱不收了。你看直播间大哥们这么多大哥们也说了，说咱不收，这边不是都能歌善舞吗？咱们让这孩子给咱们唱个歌，或者给咱们跳个舞，啊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要不然这孩子感觉不好意思。大哥们，你们说这样行不行？大哥们，你们感觉让这孩子给咱们唱个歌、跳个舞，你们感觉行？你给兄弟打个行，完了他给咱们拿那个什么小华子啥玩意儿，咱就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好，那咱就这么说哈，那咱就这么说，我跟他讲讲啊，看看中不中啊。那个香香啊，那个啥，我大哥们说了不让我收这个东西啊。再一个啥呢，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农村出身的啊，完了那个我爸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说，人呐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啊，要多做好事儿，多做善事儿，哎，别什么钱都想挣，别什么小便宜都想占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收。完了，我这个跟我直播间大哥们吧商量商量，就是啥呢？东西我们不要了。你不是会唱歌跳舞的吗？
哎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跳个舞？啊，哎，你们云南不是说有一个舞挺火的，那叫什么鸟？不是什么孔雀？啊，孔雀舞。啊，那个舞你会不？啊，我会一点。会一点是吧？哎，那就可以了，大哥们，咱们让他给咱们跳个孔雀舞行不行？啊，孔雀舞啊，啊，好好好，我大哥们这都那啥了，那个都知道孔雀舞啊，你会那个？要哪个曲儿？我给你找个曲儿。啊，就来现在最火的傣迪吧。傣迪、啊，那个曲儿你还会呢？啊，会一点，但不专业，跳得不好。哎呀，那个曲儿那现在老火了。啊。那我给你找个那个音乐啊，我看看能不能找着，我给你搜一下子啊。哎，那个曲儿好啊，那个曲儿啊。我看看啊。哎，是不是这个曲儿？对对，就是这个是吧？那好，家人们，那咱们呢就让那个香香这孩子给咱们跳个舞，跳个这个傣迪啊。你们感觉跳得好的吧，咱们给他打个好字，支持支持他啊。要感觉他跳得不好啊，咱也别黑人家，行不行啊？这孩子也不容易啊。那来了，开始。跳得挺好，哎呀，这不错呀！大哥们，你们感觉跳得好不好？你这跳的真不错呀！啊，我只会一点，不这哪叫是一点啊、嗯？大哥们，你们认为香香跳的好不好？大哥们，你们认为香香跳的好不好？你这还不好呢？哦，我们那个春花跳的很好的，她啊，春花跳的很好啊，对，是名叫春花的，她是你们村里的春花啊？啊，是我们村里面的春花，就是在村里面漂亮的小姑娘，所以就我们叫她春花。啊，就跟你们村里人是比较好看的啊，舞跳的比你还好吗？嗯，对，哎，很专业的。那你这样行不行呢？能不能让春花来给我们跳一个呢？大哥们，他说他们这块有个春花，说是比他跳的还好，比他还好看呢。大哥们想不想看看那个春花给咱们跳一个？啊，大哥们，想不想那个让春花来给咱们跳一个？哎，如果想让春花给咱们跳一个的，想看的大哥们打个一，大哥们打个一。哎，你这样呗，你把那个春花叫来呗，让春花给我们跳一个呗。但他也不是随便给别人跳的呀。啊，没事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让人家随便就给我们跳。啊、嗯，那个我们这说叫人来，人家就来吗？对不对？咱们给点钱呗。这个、没事，大哥有钱。这个我要问一下他嘛。啊。啊，他现在在不在家？啊，你问一下是吧？那行，那你一会儿你给我问一下，如果那个他在家，你让他来给我们跳一个啊，完了那个多少钱，完大哥给，行吗？好啊，大哥们这样行不行？这样 O 不 OK？ 啊，我先带你去看房间吧。啊，带我开房间？哎呀、啊，可不是咋的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啊，这我不是来找住的地方了吗？啊、这搁这跳上舞了，大哥们给兄弟点关注哈。那个兄弟是啥呢？那个自驾游来这块的，完了之后今晚没有地方住，完了这遇着这个香香了，完了说他说他家有个房间，啊，我能给咱们住一晚两晚的，大哥们你们放心，兄弟呢在这儿住，咱们呢也不会白住，咱也会给人家钱，啊，但是他们这块呢他没有客栈酒店的，因为他们是村子寨子，没有客栈酒店，但是呢，人家能这么善良啊、能帮助咱们啊、要不然咱没地方住，咱们呢该给钱的给人钱的。啊，哎，这上面咋风景挺好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这风景挺漂亮啊。嗯，这是我们的阳台。啊，这是你们大阳台。啊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嗯、那边是哪儿呢？那边是老挝、
那边是老窝啊、哦、对呀、啊、真是老窝吗？对呀、啊、这我得好好看看呢啊，那个小房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啊，那些小房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啊、嗯、哇，那么多小房子呢、哦、对呀、啊、哎，他们这边的房子为啥都这么小呢？他们那边条件不好，那间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啊。你说他们那边条件不好，嗯啊，老窝这边条件是倒是听说过，是老窝这边条件不好。我这今天第一次见着老窝啊，这离得太近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哎，那个铁丝网是不是就是边儿啊？啊、哦，边际线。啊，铁丝网就是边儿。家人们，那边就是老窝，咱们看一看老窝这边俩是啥样。哎，他们这都种果树啊。啊，水果。哦，哎呀，那跟咱们这比，那是差多了。嗯。这是真不咋地呀、啊，大哥们，能不能看清那边俩那小房子啥的？能不能看清那小房子，大哥们？哎呀，那跟你家这房子比，这得差多些呀！你看你家这大房子，啊，这大房子真大。哎，你家这房子得有多少平啊？300平方。300平呢？哎呀，可以呀。我住哪个房间呢？住这个房间嘛，等一下给你收拾收拾。啊，我住这个房间。啊，对。啊，哎，你家这不是这些房间呢吗？嗯。这不这么多房间呢吗？啊，我住这个房间。哎，我这单独整个小房间呢，单间儿啊，啊，大哥们，兄弟今天在这儿住了，行不行？大哥们，你们说兄弟今天在这儿住了，中不中 ？O 不 OK？ 完了，大哥们，你们说咱们住一宿，咱给人多少钱？咱不能白住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谁房间呢？啊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啊，这是你的房间。啊。哦，这门粘的大花，一看就是女孩住的哈。啊。哎，咱俩还是住对门呢。啊。啊，没事，大哥保护你哈，咱俩住对门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这咱住这个房，咱给人多少钱行？那个香香啊、嗯，这个房间呢，我住我也不能白住，因为我得住两晚呢。完了，一会儿呢，我给你扔点钱儿、啊，行吧？不是，必须得扔，必须得扔，那不能是那你要把我带去那么远？啊，这房子这么大，300平的大哥，这房子300平的，那个，哎，那我来了，我怎么就看着你自己呢？啊，你家人呢？你妈呢？我妈去厂里面收山货了，啊，去厂里边收山货。嗯，啊，你妈搁厂里上班的是吧？不是啊，我们自己开的厂子啊。自己开的厂子？啊、嗯。你家自己还有厂子呢？对呀、啊，刚开始是我跟我妈，去厂里面采那个山货嘛。后面，然后我们自己又做了批发。哦，刚才我还想问呢，我说你看，你4岁的时候，你妈就带你来这边了，嗯、我还不知道你家这个生活条件怎么样呢？我寻思你妈也挺不容易的、嗯、啊，我寻思我搁这儿待2天，等我回去了给你家再扔点钱，买点米买点面啥的。这一看这你家这条件比我的条件强多了，自己家还有厂子啊。原来是刚开始是你跟你妈采山货，嗯，后来就是你们收山货。对呀、啊、哎，那你在这里面几十个都拿过来这里卖的寨子里边几十个，嗯，几十个人啊？不是啊，几十个寨子啊，几十个寨子的、啊、都拿过来，我们山货都卖给你家呀？嗯、对，那、嗯、你家这不是大老板吗？啊？也不是大老板嘛。也不是，这就算大老板了。啊、现在在这边可以这么说。现在我跟你说，能混到这样，那真不错。那你妈也挺厉害呀？啊，是不是、嗯？哎，那你这个成家没有呢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还没成家呢，还没成家呢、今年多大了？这个是不能说的呀，因为你是男的，我不能跟你说的呀。咋的？我是男的，你多大了都不能跟我说啊？我们这边习俗是不能把自己的年龄说随便说给男人听的。哦，那我要是女的呢，能说吗？女的可以。哦，我要是女的，你就能跟我讲、嗯；我是男的，你就不跟我讲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你们这习俗，这是有点那啥哈。嗯、那你说你不跟人家男人说你多大了，人哪个男的能知道你多大呀？那你这啥前能成家呀？是不是？哎、可以猜呀、啊。啊，可以猜、啊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单身男跟单身女嘛，猜对了还可以，相处。哦，啊，就是单身的可以猜年龄。嗯。猜对了还能相处啊？对啊，那谁都能猜吗？可以猜啊。你是单身的吗？哎，我是啊。那我能猜吗？可以猜啊。那我直播间大哥们要也有单着的，他们能不能猜呀、啊？可以猜呀、啊。他们也可以猜。啊、哎呀哈，这事儿好啊，大哥们，有没有人想要猜猜的？
大哥们，有没有人想要猜猜的？有想要猜的给兄弟打个一，大哥们，有想要猜的给兄弟打个一来。哎，你这样吧，我要猜对了，我也不用你跟我相处。啊，你把那春花给我叫来那啥跳舞。啊，行不行？这个可以。啊，大哥们，我要猜对了，让他那啥，把那春花叫给我跳舞啊，都猜上了，大哥们呢？妈，大哥们都开始猜上了。哎，你这样吧，我们要猜对了，你得诚实啊。啊，我们要猜对了，你得说是猜对了。嗯，啊，这个肯定的呀，我们也不会说谎。啊，行，大哥们，哎，那你给我两次机会行不行？啊，要不然这女孩子年龄不好猜的。嗯，你给我两次机会。嗯，啊，那个，大哥们，咱们屏幕上出现三个相同的数字，咱就猜它行不行？啊，我看看啊，24、26、24、28、28、28，呀，28的多呀。25、26、26、28跟26的多，我先猜个26，那个香香，26对不对呀？26有点小了，大哥们，26有点小了，得是26以上了，26小了，26以上吧，咱们还有一次机会呢，能不能看着春花跳舞，大哥们就靠你们了。29、27、26小了，大哥们。30，咱这屏幕上同时出现三个相同的，咱就猜他了，行不行？就证明仨人同时猜一样的。28、27、27，哎呀，27的多，那个27对不对？谁猜的那么准呀？啊，猜对了是吧？哎呀，大哥们，27对了。大哥们，27对了。那个刚才谁猜的27？刚才猜27的大哥们。给兄弟打个一，啊，完了那个是这样的，他们这边吧，就是说女孩子啊，年龄你不能问，但你可以猜，猜对了呢，你们可以相处，了解了解，明白吧？刚才猜对27的大哥们，给兄弟点个关注。完了那个，你有电话号是吧？啊啊，完了他有电话号，明白啥意思吧，大哥们？刚才猜对27的，给兄弟点个关注。完了他有电话号啊，我你们想。联系就联系，想看春花跳舞就让春花给跳个舞，好不好，大哥们？啊，那个你这样，今天呢整的也挺高兴的，家人们，你们也又愿意帮助香香啊，完了那个我给你们那啥，啊，我给你们发了个福袋，大哥们，我给你们发了个福袋，100个豆的啊，你们可以去领一领，大哥们，啊，刚才猜对27的可以给兄弟点点关注啊，那个。没猜27的大哥们，你们就那啥哈，这是哪儿啊？云南，大哥们，上面有福袋，去领一领，上面有福袋可以去领一领啊。哎，那个香香，那啥呗，你这样呗，你叫春花来呗，我们也猜对了，哦，让他给我们跳跳个舞啊。对，你打个电话，嗯，啊，打个电话看看他在没在家，啊，在家了让他来给我们那跳个舞来，啊。家人们，看看人家这房子哈，这房子大不大？啊，300多平。你看这房子，这上面俩呀，全是这种的，跟我们外边它都不一样。还有就是啥呢？你看他这房子，大哥们，他都不用钉子，这都是那叫啥了？我们北方话叫木壳楞。我不知道你们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能听懂啥叫木壳楞的？家人们，有没有能听懂啥叫木壳楞的？就是连钉子都不用，啊，连钉子都没有，这也是一门手艺啊，一门艺术啊，是不是啊？好房子，那肯定是啊。那打电话了啊？他说半个小时过来。啊，半个小时来。嗯，那可以啊。大哥们，半个小时春花就来了啊。什么孔雀什么舞啊？大哥们，咱们等不等一会儿？春花说了得半个小时，咱们要不要等一会儿？哎，那个咱。半个小时，等他半个小时，完了那个咱俩现在也没啥事儿是吧？嗯，咱俩去你妈那厂子转转呗。厂子现在下雨了，还挺远的厂里面。啊，看什么？还挺远的。哦，我不是想看啥，我想跟你妈也认识。你看我跟你家住，我跟你爸还老乡。啊，我现在就回来了。我寻思跟你妈认识，完了我看看你家厂子。你不说你家搞山货的吗？嗯。啊，我想看看你家都有什么山货啥的。那家里面也有点啊。啊，家里边也有哪儿呢？啊
那些样品都有一点。啊，这些纸箱子都是吗？啊，对。妈，这些纸装不下，这啊，这些纸箱全是你家搞的山货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搞的批发嘛，我们都是这。啊，你家是搞批发的？嗯。啊，哎，那我参观参观呗。嗯。